各位小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。今天有没有觉得我特别帅啊？有吗？没有，你们那个是什么眼睛？怎么会看起来没有呢？我这明明看起来就是特别帅啊！这个拯救世界的和平就得靠我，好不好？我先来打开背后的这个八爪蜘蛛。吼吼吼吼，有没有八爪蜘蛛打开来？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帅气，非常非常屌，有没有？完全没有违和感啊。那么听说洛圣度呢也最近出现了一些怪物哦，需要我去拯救。哎，不要小看我现在长这样子，但是我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，好不好？走了，飞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看一下我帅气的英姿，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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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哎呦，呜！哎，没事，一样非常帅气的降落。看一下我跟其他人的身高，哎，其实我没有比较小只，哎，我看起来其实还是差不多大只的，对不对？怎样？这个老人，你在看三小朋友哦，一直打量我的身材，哎，我等一下我身材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应该还好吧，对不对？你也是啊。来来来，你给我下车，你给我下车。这个人看起来怪怪的、啊。你给我下车。哦呦，哦，他这样还可以开吗？哇、哦，他后轮不见了，他还可以开、欸。来，你是不是坏人？不然你干嘛新区？你在新区什么？你不要再跑了。你不要再跑了，先制止他一下。哦，他没有死啊，他只是先暂时被我打晕而已，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。他们说最近有个怪物，好像在花园银行大楼附近，但是我刚才在这边看了一下，没有看到啊。难不成他躲起来了吗？哎呦，等一下，花园银行大楼这边感觉有一个奇妙的入口可以进去哦。哎呦，这个不是传说花园银行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吗？等一下，里面可以去哪里？这地方好说，之前我有来过一次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电梯可不可以坐？电梯应该是不能坐啊，没有那个磁扣，不能按电梯啊。来问一下这个大楼底下的人，看说怪物在哪里？老兄，你知道这个怪物在哪里吗？我甚至看到那个怪物哦。他好像是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。哦，好哦，好哦。那往那个方向哦，好，飞过去看看。想必是这边的吧？这边是高速公路哎。呜呼！来，他在这个高速公路的哪里？哎呦，我看到了！哇塞，这个绿巨人的怪物就是浩克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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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飞高一点，浩克的缺点就是不能跳太高啊！哎哎呦，哎呦，他这样打到我，哇嘞！等下飞不起来，飞不起来，被他揍了一拳，推进去差点坏掉。看我的光速炮，你想干嘛？他血有4000多滴哦，我现在用这个看才看得到。哎呦，喂，很痛哎、欸！来啊，你人在哪里？我这一拳，哎、欸，来，我的拳头换成那个超级棒棒，超级棒棒，超级棒棒，哎、欸，再一个棒棒。他这一只浩克怎么是荧光色的、啊？哦呦，再给你一拳，他血耗多少？他应该剩没多少血了吧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是残血，先回血，先回血。我们钢铁人就是会飞呀、啊，比较好解决这一种。哎、欸，人嘞？不是，趁现在赶快回血、欸，差点死掉啊！他是不是在那边？赶快去拯救其他市民！我看到，我看到他！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会死会死，剩没多少血，赶快靠他！哎、欸，我把他踩着，哎呦，再给你一拳呐、啊！
好像剩1000多滴血而已啊！快逃啊！人在上面，偷偷攻击，偷偷攻击，再换一招，换个厉害一点的招式。浩克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再撑了。哇，这画面好乱！哇！不要抓起来，飞，先飞，先飞，先飞！再不飞就危险了。等一下，下面怎么那么多骷髅？他来了！下面是不是有帮派分子啊？下面一堆帮派分子在火拼啊，不行啊！走走走，先离开这个地方。哇嘞！刚才那个浩克也太强了吧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不要在那边，不要在那边抽烟啊，哇，一堆人抽烟啊！哎呦，就说我的频道很多小朋友在看啊，对不对？可我现在打不赢他的原因，一定是因为我变小只啦。既然打不赢这个浩克，怎么会？来，他现在跑到哪里？给我出来！怎么可能会输你？现在高速公路没有看到他的存在啊，还是另外一条高速公路？来来来，你出来，出来，你出来，出来面对一下。好说，我也是个乐高版的钢铁人，岂是你这种普通的浩克可以打得赢我？可能的事情啊，你真的人不见了吼，看到他可能会怕我吧。就是这样子，还是躲到沙滩来了。来了哦，看到了，你果然来到沙滩啊，跟我想的一样啊。来，这边空旷你就打不赢我了啊！呜呼，再给你一拳啊，一拳啊，好说欸，跟奇遇老师学过这一拳，但是打起来不太痛就是了。人呢？不能用抓的啦。犯规啦！哎呦，等，你想要干嘛？小心我的洛克人炮！洛克人炮，刚才没有用洛克人炮，当然打不赢。洛克人炮，再给你一拳，神龙拳，再给你洛克人炮。终于打赢这个绿色的怪物了哈，看起来姜还是老的辣。不过话说，那个黄金佛利沙跑哪里去了？他把我变成这样，就以为我没办法守护洛圣都了吗？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这不是黄金佛利沙吗？想要哈什么？你想要哈，我就给你一拳啊，再给你一拳啊。黄金佛利萨血真的很多欸，不可能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输了。上次，偷偷给你，我这个洛克炮其实很痛欸，打一下要2000欸。别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呦，现在比远距气功是不是？我也有气功啊！人呢？再揍一拳！不行不行不行！人呢？我只要打赢你，我就可以恢复我原本的那个身材了吧？人呢？这我是没看到人，要怎么打？再给你一拳，换个飞弹，使用我们的导弹。炸你，再炸，怕我的炸弹就好了。我要弄那种腾空的腾空导弹。
让你站不起来。哎、欸，哎呦，你看人怎么又不见了？他死了吗？哈哈，他终于死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有没有恢复啊？我看我的手是正常的、欸。我现在恢复了吗？我把他打死了，照理说我应该现在不是乐高化的吧？去找个镜子看一下，应该现在是正常的吧？老板，跟你借一面镜子啊！老板，借一面镜子，我看到我帅气的样子了。没错，我们终于又恢复最帅的钢铁人啊！把我的头盔拿下来，让你们看一下我帅气的英姿啊！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下喜欢。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，也按下订阅按钮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